Hello， 大家好，又是 VIP Station 名人站为大家介绍一下，我是 Maggie。 而今次想为大家介绍一下的就是 Hermes 里面的 Kelly Wallet 了。而它这个款呢，就多数会用了 Epson 皮牛皮造成的，一般就会比较硬身，前面都是用传统的纽扣设计，打开入面呢，它的容量挺好的，足以可以给你放到手机当下手包用的。而且今次介绍给大家的第一个款呢，它还做了内拼色的设计，就比较特别一点，它入面呢同样有12个卡位给你放卡的。而除了两边有暗格之外，中间还有个拉链散纸位去给你放下散纸的。而最贴心呢，它的锁头位呢是用了锁扣做的。而且既然叫得 Kelly Wallet 呢，当然跟 Kelly 袋用法是一样啦。很多人将它两条带呢都是就咁拍返埋去，不扣住，咁就用起来都会比较方便啦。而且大家如果觉得拼色太浮夸的话呢，当然有单色给大家选择啦。而他们的内格设计呢，当然是一模一样啦。而且在每年每季呢，他都会出点不同的颜色的，不知道大家又会喜欢哪个颜色多一点呢？不过我知道每个颜色呢都是很受女士们欢迎的，而且他还会出过一些拼色啦、鳄鱼皮或者是鸵鸟皮的选择给大家。不过我相信现在最受欢迎的应该是所有女士们都喜欢配一条猪鼻链当一个 wallet on chain 用啦。大家如果想了解更多的话，就可以加我微信或者 WhatsApp 了解一下，再不是直接下来尖沙咀门市看看现货都可以的，因为门市里面都还会有其他颜色可以给大家选择的。希望大家喜欢我的短片，拜拜。